连续三第六十八届加拿国际电影节可谓是目前娱乐圈最火的话题之一了。早前范冰冰张馨予、李冰冰、 Angelababy 等在加拿红毯上争奇斗艳，博得不少眼球。而日前李宇春在加拿惊艳亮相，再度掀起疯狂热议。李宇春自从出道以来，一直以帅气干练的中性形象示人，在娱乐圈独树一帜。